我是王力宏，我是杨培安，我是蒋劲波，我是涛涛，我是阿亮武学亮。他今天要推荐一场音乐会，有一种向往，很优美动听的旋律，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然后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很好听，然后也很壮观，编曲浑然天成，非常有才气，作品啊，音乐知道有一个人这么高了，质量非常的好。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年的音乐啊，流行啊，古典啊，非常厉害，都是非常优美，深受观众的喜爱，会有很多让大家觉得惊奇的曲目，他们的默契十足，一拍即合，非常好的伙伴 ，always 第一人选就是寇奇老师，非常有才气，非常有创意，我觉得太喜欢了，真的太喜欢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可以看到乐曲怎么样去铺陈，然后怎么样去营造那个氛围。千万不要错过，绝对不能错过咯，大家一定要来听 ，OK，